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另外一隻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就叫做大胶草，大胶草 Grandelia Robusta Grandelia Robusta G-R-I-N-D-E-L-I-A Robusta R-O-B-U-S-T-A 中文叫做大胶草。咁好明显啦，呢个一种植物。咁呢个通常呢个植物呢係我哋用佢嗰个叶同埋花朵嗰度呢係抄出嚟嗰啲黏液。咁呢种黏液呢係好胶质好黏嘅。咁所以呢一种叫做胶嘅植物大胶草。大胶草係有一个好独特嘅特别嘅可以应用嘅地方呢，就係专门我哋处理一啲呼吸系统的问题，尤其是一种我们叫做睡眠窒息症。通常睡眠窒息症的人呢都会出现一种所谓叫做呼吸系统好呼吸好大声啦，即是鼻鼾得好严重的啦。通常的睡眠窒息症的人呢通常都是属于比较肥胖同埋呢是中年的人比较多啲嘅。当然啦，我们最近呢都发现好多细路仔年轻嗰啲细路都有呢啲睡眠窒息症嘅。咁睡眠窒息症嗰个问题就係呢嗰个病者呢喺睡眠嘅过程里面呢会突然之间呢就係停止呼吸跟住呢就窒醒即係你知道啦如果係瞓下觉呼吸缓慢咗起嚟，跟住呢就停顿咗几秒钟，咁跟住呢又突然之间又增加。咁呢種喺醫學上呢有一種叫做 Cheney-Stokes Respiration 叫切恩史托克 Cheney-Stokes Respiration， 其實只不過就話呢啲人喺嗰個昏睡嗰、那個昏迷嗰個狀態之下呢，佢個呼吸呢就會漸漸呢形成好弱小啦，咁突然之間呢就會停幾秒鐘，然后呢就逐渐增加。咁呢种一种叫做即呼吸嘅困难嘅问题。咁当然呢患有睡眠窒息症嘅人呢通常嗰个睡眠嘅质素就会好差啦。
因为呢佢成晚里面呢係经常呢都係停止呼吸，咁所以呢佢好多时候呢就瞓醒咗之后呢，瞓完咗之后呢都觉得好似瞓唔够呢种咁嘅感觉嘅。咁呢种咁样嘅睡眠窒息症呢，其实而家都比较越来越多人有㗎啦。咁一般嘅处理嘅睡眠窒息症呢，喺我哋现时嘅所谓西医嗰、那个处理嘅方法呢，通常呢都系会用有啲牙套啦，咁啲牙套瞓觉嗰时候戴住呢，就将个口腔嗰啲即係尽量呢係推开佢，等佢呼吸道呢可以通畅啲啦。咁亦都有啲人直情用手术将上颚嗰、那个、那个吊钟嗰啲部分呢就切一切佢，等佢呢就係冇咁容易呢就冚住个呼吸道嘅。咁当然啦，严重嗰啲呢结果都係会用一啲呼吸睡眠窒息症嗰啲特别嗰啲设计嗰啲呼吸嗰啲器具。咁通常一个泵啦，有条管啦，咁戴住个口罩嚟到瞓觉嘅。咁当然啦，即係大家都可想得到啦，呢种咁嘅情况瞓觉係几咁唔舒服呢。咁但都总好过呢就成晚都出现呢个问题。咁当然啦，睡眠窒息症嗰个心肺呢方面呢係会好大嘅劳损呢。咁亦都好有机会呢係令到你其他嘅心脏嘅问题㗎，血压问题呢都有恶化呢种咁嘅情形会出现嘅。好啦，咁呢个大胶草呢 ,Grandelia 呢可以呢佢个症状呢係好适合治疗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咁除咗睡眠窒息症之外呢，仲有一啲地方就係我哋呼吸系统嘅所谓哮喘啦。咁如果个哮喘呢都係有一种好多分泌物啦，好黏嘅分泌物呢係导致我哋呼吸受到障碍啦，係瞓觉嗰时呢好似唞唔到气呢啲咁嘅感觉呢，咁突然之间又要弹起身啦，咁呢类嘅哮喘呢我都係用呢个大胶草下 Grandelia 呢可以处理得到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呢种咁样嘅严重嘅哮喘导致你呼吸出现问题嘅情况之下呢，那个大胶草可以应用啦。咁大胶草亦都係可以帮助其他嘅支气管问题或者一个心脏因为呼吸嘅障碍导致心脏肥大甚至乎皮肤嘅问题有时可能嗰个毒胶树引发嗰啲皮肤呢出现嗰种敏感嘅起水泡流液体呢种咁样嘅症状。咁亦都有时候有啲头痛加上眼痛都係可以适用于係大胶草嘅。咁但大胶草其实最主要呢，大家可以係尝试用嘅呢，就係如果发现呢你哋自己或者有朋友有呢种睡眠窒息症呢，大胶草係一个好主要嘅疗剂嚟嘅。咁当然啦，睡眠窒息症呢喺同类疗法里面呢其实都好多疗剂都可以应用嘅。咁但呢大胶草 Grandelia 呢係可以话呢其中呢係嗰个係应用方面呢係最适合嘅，可以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好啦，咁今次呢就同大家介绍咗大胶草处理睡眠窒息症。好，拜拜。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